陈义德同郭佩文因为一个真人 show 节目而成为好朋友，在演艺路上互相扶持。由于他们认识的时间不算长，所以今次就由他们互问问题，看看有什么猛料爆出了。Juliana 凭最强 body 而为人熟悉，最近有参与多套剧集的演出，但有网民评论呢，你就不太懂演戏，你怎么看网民给你的负评？怕不怕大家只是关注你的身材而忽略了你的努力呢？又不会的，因为其实我都是第一次拍剧，所以我自己都知道自己是 不 OK 的了，自己看到有少少拉自己都嫌弃啊！不过我相信之后再多啲尝试同埋努力嘅话，系应该会有进步嘅。因为我觉得呢次经验俾我发现咗演戏真系好好玩，我都希望即系喺呢一方面进步咁样。同埋其实咧，即系我都好想帮佢平反一下，就系、其实福禄寿嘅时候，可能大家有阵时都会话佢，咁但系其实我喺佢身边啦，即系每一集我都见证住佢嘅成长啦，又或者系。其實他自己的改變我是看得最多，我是很 proud of 他。我想呢、補充多一點，就是在 cam 後呢 on show 前呢，有些時候我是會有些很緊張，因為其實這個 show 呢我會給很大壓力自己啦。我想說 Juju 呢就是會經常都跟我說你得的，你相信自己咁樣，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呢其實都是有他在我身邊度令到我更加即係安心啦，所以我覺得好感激你，真係感謝你。我要鬧下。得得，今年年初被提名最佳女主持，而你亦曾在一個訪問入面講話想做一廠大 show 嘅司儀，係咪想挑戰？冇、哦、麥美恩哇，成為 TVB 主持一姐、真的不敢，完全不可以說是挑戰美恩。首先我憑什麼是憑什麼去挑戰她？然後就是其實美恩是一直以來都是我一個榜樣或者目標啦，這樣說。我記得我在一次的節目裡面我都有說過我很想做美恩 2.0， 因為我覺得一直以來呢、我們的性格或者 pathway 是有一點像的，大家都是做綜藝多啦，然後又是性格上可能都是比較玩得的，都是癲癲地這樣。其中一樣我最欣賞他的位置是今年年初呢，他拿獎之後呢他就有說了一番說話，他就是說很希望呢大家可以支持更多不同的女主持啦，因為、他知道做女主持其實不易啦，還有很需要靠大家一起去 support。 我覺得他這一種是他後輩啦，同埋咧，即係好想大家作為女主持都想大家好嘅心咧，係好好，所以我都好想做到好似佢咁叻咁優秀咯。頭先個問題咧就講話想做一廠主持啦，咁其實呢一個都真係一路以嚟我嘅目標，所以我都會睇好多 May Yang 嘅片，然之後希望自己可以好似佢轉數咁快就好啦。所以千祈唔好話我係挑戰佢，我係以佢為我嘅榜樣。Juliana 咧早前就拍一個肌肉男影咗輯相，充滿電影文藝氣息。呢輯相係你自己要求啊，定係被邀請咧？點解你會影呢一輯相？有唔少網民讚你係電影臉，有冇諗過去拍電影？其實咧係前一排我有一個攝影師 friend， 因為我最近冇乜特別多工作，就去咗揾佢玩啦，跟住順便就話影幾輯相咁樣，跟住其中一輯就係、是。這個比較moody 有些氛圍感那種感覺的一個片，因為我自己一個人的話可能就沒什麼 feel， 所以就找了我的攝影師 friend 的 friend、去陪我拍這輯照片。也有很多人不讚你是電影臉，有沒有想過去拍電影呢？我不配，你不配？不是但是死了，我有點開心添，被人讚我自己都不知道。但你的樣子可不可以鬆一點開心？我開心啊，頭已經不要這樣， 會拍醜的。是的，如果我有機會那怎會不想，是沒有機會嘛。你近年跟羅天宇、余宗堯等傳出緋聞，愛你但都雙雙否認、你是會選擇圈內人還是圈外人作為另一半呢？
如果愛情來到又會不會公開呢？咁我覺得咧，我自己咧就係冇一定要圈內或者圈外啦。咁你話公唔公開咧？我覺得以我自己嘅性格咧，如果通常我中意嘅男仔應該係會叻過我嘅。我唔想大家透過其他人嘅名字去認識我，而我希望透過自己嘅努力，即係俾大家認識多啲咯。我想去八卦一下，你想八卦啲乜嘢？都是捷徑嚟嘅，即係帶即係會有 exposure 啊嘛，咁大家看到你，跟住又看到你咁叻，咁唔係更加好咩？你講得啱嘅，係一個捷徑嚟嘅。咁但係如果我可以憑住自己嘅努力，就令到大家去認識，咁唔係更加好咩？即係我覺得呢條路會踏實啲咯。嗯，叻啊真係！除非有一日我真係已經哇，大家都認識我。好，大家認識你 ，yes。經過啱啱嘅問題之後，相信德德同 Juliana 呢對好朋友會對對方有更深入嘅了解啦。但人生無常，若然佢哋要喺對方嘅喪禮上面講出心底話，佢哋有啲咩説話想同對方講呢？你觉得我有少少感動，但是呢同一時間呢我又覺得死了，可不可以不要看我的片。所以其實他在 struggle 這一件事。不是啊，因為我是因為我一直聽緊，我就覺得哇我成日都很哇我的。這一次都沒有意外，都會令你哇我應該好想看，可能未必會，可能已經 to be expected 了已經。小花生，即系我死咗系小花生，唔系即系乜嘢？唔系即系人哋 pass away。哦 ，OK， 我冇乜经历，系啊，我唔知要讲啲咩啊，即系呢个就系佢嘅感受啊。即系如果我死咗，就系，Oh wow！ 我头先讲咗咁多嘢。我有少少怀疑我哋嘅关系。Oh my god！ 唔系啊，即系我心里面，即系咧系有即系有感激，亦都有乜鬼乜鬼。但系咧，我唔知原来系要咁样讲，我未试过讲。咁好彩唔係真嘅，好彩唔係真嘅，你未需要講住。未試過支持啊！下次如果你要喺我嘅 funeral 講，因為我提咗話定未知。OK， 我寫好啲稿，我讀好佢。我諗得太多，跟住搞到我講唔到嘢。It's okay. This is you. Love you. 謝謝你包容我。Juliana 的反应真是天然外得来，十分可爱啊！难怪德德咁中意呢位好朋友。而紧接落嚟嘅有简淑仪同埋陈婉恒呢对圈中出名嘅好姊妹，原来佢哋嘅友情系由当年参选港姐之后开始噶。想知佢哋到时会有啲咩笑料爆出，就要留意下一集嘅真系咁 friend 啦、啊！